每年二月到三月咧，都系黄花风铃会开得最灿烂嘅时候。而今年咧，我哋会去东涌呢度睇下。喺东涌市中心行过嚟机场风铃径咧，大概系三到四个字到，沿途都有晒呢啲设施摆俾你嘅，所以放心，绝对唔会当失路嘅。由于都系春天时分，所以沿途都见到好多杨子经开得好茂盛嘅，大家都唔好错过，一齐影埋佢啦！好快就嚟到今日嘅目的地啦，机场风铃径。虽然今天是平日，不过都不少人。只都提一提大家，由于呢度系机场管辖范围，系唔俾落脚架嘅。如果你真系要落咧，系要申请嘅。而家二月尾啦，花期大概仲有两个礼拜到，希望大家都捉紧时间影多啲靓相啊！